们从中午一直抢啊，然后到没有之后，然后还有第二场又抢抢抢抢。去年还前年有一次来我们学校演唱会，他签我的专辑，超爽。推荐一首他们的歌的话，你们会选哪一首？究竟还是因为爱，终究还是因为爱。他听 Trash， 然后耳机也许都在听 K-pop。今天是12月23号，在高雄是什么日子呢？欢迎大家回到 Techco Playlist Tale。今天是 Trash 在高雄的演唱会啦。我们现在在海鹰塔里面，等等要准备进场去看表演了。街坊这么久，第一次真的进去看表演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去问这些小垃圾们，他们喜欢 Trash 的什么歌，然后去跟他们聊聊天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那我想请问你是哪里人？我高雄人。你们是哪里人？桃园。所以你们是为了 Trash 才特别下高雄？对。你们是高雄人吗？还是是特别下来看表演？高雄人，高雄人。都是高雄人。台北、新北。新北啊。所以你们就只是为了这个活动下来？第一次为了演唱会。对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桃园。为了 Trash 才特别下来。对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你是哪里人？高雄人。该不会只是因为刚好有活动，然后就想说不然来看一下吧？没有，来听 Trash。来听 Trash 的。新竹。桃园为了 Trash 才下来，没错。平常有下来高雄过吗？有，很长，是来玩，来玩的。好吃吗？好吃，高雄好吃，兄弟们。搬来住了，我在实习就选高雄，我们是高雄，哦，都是高雄，平常就是住在高雄的。对，你们是母女吗？对。所以你是因为跟女儿，你也想听才一起来，还是你也很喜欢 Trash？ 我有听 Trash 的歌，然后觉得蛮好听的，所以就陪她来的。哦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有买到票？对，很幸运哎。我们是没有连坐，你们没有连坐，太难抢 了。对，我们从中午一直抢啊，然后到没有之后，然后还有第二场又抢的。对啊。那我想问你们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听 Trash 的？应该很多年。对，蛮多年，他们刚出来的时候，哦，就一直听到现在。什么时候开始喜欢 Trash 的？我是2年，两三年前，差不多去年吧。哦，去年，这其实蛮新的耶。看比较久，一点点，很谦虚。喜欢 Trash 多久呀？我从高中玩团开始。cover 过他们的歌？也没有，太难了。你们有特别喜欢 Trash 的哪一个成员吗？阿叶，我也是阿叶。我是高一，现在是大三，也是5年了。哦，有，也很久了，超久了。那你嘞？应该是大算新粉，就是有听过，可是没有这么夸张，就是这样。高中的时候就有在听了，我现在已经刚毕业啊，7年，差不多。那你应该也是2年多的。去年还前年有一次来我们学校演唱会，他签我的专辑，超爽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 Trash 的？1年2年前吧。是哪一首歌入坑？哎，终究还是因为爱。终究还是因为爱。果然大家几乎都是因为这首歌才入坑的。入坑曲哦，陪你失败，我那时候听的哦，整个鸡皮疙瘩，希望他今天可以唱到。应该会吧，这么有名曲一定要唱一下。陪你失败真的太棒了。你是孤单一个，至少我陪你失败。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看 Trash 的场合是什么时候吗？觉醒音乐季。是10周年的是吗？我也是，那个，因为我也在那一天，被烧到，真的烧起来。平常会去一些什么音乐季的活动吗？会。那你最近一次参加的活动是什么？像昨天那个中央公园有那个。你是去看谁的？怕胖啊，美秀，就是基本上都有看了。那你们最近一次参加这种比较大型的音乐活动是什么时候？哦，我是第一次。你是第一次？所以除了 Trash 之外都没有其他的活动？第一次。Trash 的粉丝好忠心哦。那你们平常除了就是像 Trash 是你们喜欢的乐团之外，你们会去参加一些什么演艺活动吗？追韩团。你是追哪一团？ GOT7。 哦，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再回归，他们一个来台湾。除了 Trash 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喜欢的台湾独立乐团的团体。理想混乱。胖团。那昨天胖团在中央公园，你没有去啊？太多人了，那个人超级多。你平常会不会跑一些台湾的音乐季之类的活动？前几个月看那个灭火器，音乐季就比较少了。哦，都是看单一专场比较多。对，有听过的团才会去。那你们平常就是除了这种专场的演出之外，你们会去参加一些音乐季什么的吗？比较少，
桃园不是火球季，你没有去过吗？我有去，是今年的吗？今年的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高票很厉害哎。那你那时候是有特别为了谁去的吗？就是 Trash 跟美秀集团觉醒，觉醒，然后漂游者，漂游者浮现浪人记，台湾记。你们算很认真在跑活动哎，很认真。你们趁大学多跑一点，我现在想跑，跑不出去。很想去，可是因为工作行程安排，所以没有办法去。Oh, 我有去音乐季打工，打工过，你做打工过的人，火球超帅。天哪，我好想去哦。超帅！火球是我觉得整体办起来啊，就品质啊，邀请的团体都是品质最高的一个、一个音乐节。听很多人都讲。如果想要向观众推荐一首你们最喜欢的 Trash 的歌的话，你们会选哪一首？是离开台北。哦，是那首歌。其实我知道，在这份夏天。你们最喜欢的 Trash 的歌的话，你们会选择？世界尽头。知道某个世界尽头。超级英雄的约定，毕竟这是跟超级英雄的约定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忘记那首歌叫什么。你是希望你回来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希望你回来，希望你回来。那你呢？我跟他一样。我只希望你回来。最近比较爱韩团的，比较爱韩团。来听 Trash， 然后耳机也取在听 K-pop。那你最喜欢什么 ？Unforgiven 吧。哦，蔡拉平的那个。应该就是最新发行的那个《过梦》，陈星月，陈星月的。介绍一首你们最喜欢的 Trash 的歌的话，你们会推荐哪一首？改变，改变。Never die, never die。终究还是因为爱，究竟还是因为爱，终究还是因为爱。哦哦，终究还是因为爱。对，因为我还是觉得那首歌太好听了。是你成为我的盔甲，抵抗所有千军万马。你们会想选？真的是一首吗？一首，就一首，就那首啦。一二三，站住！超没默契。他的第一名是战棒，我第一名是终究还是因为爱。Oh. 第二名就战棒。至少曾经像美丽的花绽放。我们今天应该也是采访了八九组小垃圾们吧，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很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艺人啊、乐团啊、歌手啊去跑台湾的各个角落，真的是有用心在爱。我们现在呢也要进去看演出啦，你们不用太羡慕我们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所有喜欢 Trash 然后喜欢看音乐演出的朋友们，拜拜。我有点好奇欸，他们不是五个人，还是四个人？四个人，那他会签 Trash 还是签 Mars 23？他一定是签 Trash 啊，但是因为下雨，就是自己不见了。嗯、可是就是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啊，超香的。他说他超香的。超好帅！虽然我觉得你们来高雄旅游绝对也不亏，高雄很好玩。对啊，但是在地人吧？对，我在地。你可以推荐我们吗？如果这边结束，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问对人了，我就住在那里，还自报地址，自报地址，有点没有。